我们把这些杂草都清除掉吧。哎呦，别急，等春天再说吧。哇！天哪，这堆杂草中原来有牡丹花啊！啊，是紫薇呢。哇，好美啊。叶子都红了呢。亲爱的，现在我们可以清除真正的杂草了。还好听了你的话，我们差一点就破坏了这片美景呢。